主料，鸡蛋两个，隔夜剩饭一碗，辅料，牛油一块，生菜叶，盐，橄榄油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。将生菜叶切丝，起油锅，下橄榄油、牛油，将鸡蛋入锅滑开，倒入米饭中火不停翻炒，最后下生菜丝、盐，炒至生菜丝断形，装盘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下生菜后不欧露的炒很久，断青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